怕给你带少了，替我向叔叔带个好，半个老爸一样的存在。不，要是哪天你回心转意爱上我了，那就是岳父一样的存在。我爸可没这福气啊。别闹了，是我没这福气吧？你爸妈人多好啊。再好那也是人家爸妈，再好是豆豆姐也看不上的。我没指望他能看上我，能给我带假牙腿就行。可是干嘛？忽然看上我了，对我笑这么甜，小熊表白你啊？嗯，豆豆回来回来。莫老师下周不是要去开会吗？说让大家一块顺路去玩，你组织一下呗。你们两个大男人不组织，又让我弄啊？我帮你弄。让老大帮你。主要我不一定能去，我十一只能休一天假，到时候看情况吧。你十一只能休一天假？没办法，缺人手。怎么，想让我去啊？哦，大家都想，想让大家一起。我尽量。流星飞向天空边缘，划过地平线，风倾听所有心愿，浮动思念。阳光透过梧桐树叶，落在了上面的肩。青春之旅没有终点，一年一年。坐进来一点，微笑。好。你跟我们说啥呢？表哥是吧？生生表哥。对对，我是生生的五表哥。五个表哥。对对对，我是第五。哎，所以你们俩是情侣吗？他是我们员工，我是他老板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俩没任何关系啊。对对，没有关系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们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、想玩的啊？跟我说，欠账给我少。哎，铁少，你家不是鞍城的吗？什么时候家族业务都拓展到千岛湖来了？哎呀，这个郑哥不愧是商业人士啊，这都被你猜到了。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推荐啊？越野车，还有热气球，没玩过吧？这都有。越野车在岛上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在泥地里面玩的，特别刺激。我每次来都玩，不打滚的。这个可以去。你想去，我就陪你去。困了。昨天木哥和直播都赶一块了，睡觉加起来没两小时。那一会儿到酒店赶紧补觉。那不是浪费一上午吗？先睡。才有力气玩，对不对？北少安排的这个环境还可以吧？